青春通团队远征中国大陆甘肃内蒙，带大家关心您或许不熟悉但却必须知道的沙漠化危机。我们同时也带您走访台湾的海岸线，直击与我们息息相关却遭到漠视的海洋沙漠化现象。今年金曲奖的大赢家是高唱世界末日诺亚方舟的五月天。在歌词里头，他们表达了当世界末日来临时，当我们要告别海拔以下的世界时，人类才会放下分别心，同舟共济。过去人类因为打仗颠沛流离，而现在却是因为环境无家可归。其实要拯救世界真的不困难。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了，有人选择种树，有人在吃鱼的时候多了一份尊重的心情。其实只要是举手之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改变地球的命运。我是林一如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。发烧话题，追根究底，请继续锁定热血追踪。